在家看门，嗯，我就要回来的。起来背吧。哎，小家伙，我也不骑你了，乖乖的跟着我走吧。你想吃我们吗？啊啊！哦，不不，老先生，我是一只不吃人的狼，后边有人追我，求你救救我吧。你真的不吃人吗？真的，我是从来不吃人的。既然你是不吃人的狼，那我来，救你一命吧。快进去吧，在里面不要乱动哦。老先生，你有没有看见一只狼从这里逃过去啊？啊，什么狼啊？啊，大白天的会有狼吗？哎，我明明看见狼从这儿逃过去的，这里边装着什么？狼怎么会到布袋里去呢？不要碰坏我的书。好吧，既然没有，我们快到前面去追吧，走。为了救你，我才说了一次谎话。
去吧，啊，朝那边走，以后啊，出来要小心些了。我饿了。那你就先吃些麦饼。对不起，我生来就是要吃肉的。我哪儿去找肉去？咦，小毛驴和你不是现成的肉吗？哎，怎么？你想吃我们吗？啊，对。我还是吃你吧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，你什么忘恩负义啊？狼本来是吃人的。你要吃我也得让我去问问三老啊，要是他们都说该吃，我死也情愿。问问三老。好吧，反正你是跑不了的。老桃树啊，我救了狼，他反而要吃我，你说该不该吃啊？啊，什么？啊，桃子，那本来就是给人吃的，谁说不该吃啊？啊，老桃树怎么说的？他老糊涂了，草木无知，还有两问呢。老牛啊，我救了狼，他反而要吃我，你说该不该吃啊？啊？什么？吃不吃随便吧，我可管不了。这回我该吃你了。还有一问呢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干什么？老乡啊，老乡，我救了狼，他反而要吃我，你说该不该吃啊？哼，他不是救我，他把我骗进了布袋，他想害死我的。哼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究竟谁是谁非，一定要让我看看当时的情形，才能够确定。当初他被追得走投无路，是我好心好意让他钻进这个布袋的呀。哦，啊，不对，他就是这样把我骗进去的。我不相信，这样小的布袋你会钻得进去啊？不信，我钻给你看看。啊，行啊，试试看。你怎么动起手来了？有话好讲的嘛。啊，快不要打了吧，你看他叫得多可怜呐。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了。哎，这样的书呆子没吃掉，死也不甘心。啊，老先生，你要记住啊，狼是不能可怜的。哦。